我叫白洁，是京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泥塑技艺传承人，从事泥塑艺术已经20多年了。泥塑的关键是开脸，表情是最难处理的点，每个人物的神态各异，表达喜怒哀乐。塑形的过程以捏和压为主，我还加入了雕刻的工艺，让作品更加灵动，更有立体感。上色是画龙点睛的关键一步，整体色彩主次分明，协调统一。我的作品以传统人物为主，也有褒捻、高跷等含有京南元素的作品。业余时间，我还会走进校园和社区做宣传，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京南的文化，喜欢京南文化。